参加这项比赛的有三个国小的足球代表队，是日新国小、顺化国小和大同国小，他们要举行单循环三天的比赛，取得冠军跟亚军的两个国小足球队要参加全国的总决赛。今天比较精彩的一场比赛是日新对顺化，但是这场比赛完全成一面倒，日新以压倒性的优势上半场就6-0领先顺化，下半场轻轻松松打一打，结果6-0日新胜顺化。